李宗瑞已经请了三位律师组成律师团来帮他辩护。昨天投案的时候呢，就是带着律师，摆明是有备而来的。但是这个案子这么棘手啊，哪一些的律师愿意接手呢？据说还是李宗瑞的老爸出面拜托的。戴眼镜西装笔挺，他是李宗瑞的委任律师文文，紧急接手李宗瑞案件。台大毕业，是律师事务所的所长。但是除了他之外，李宗瑞的律师还有两位，分别是东海大学毕业的周金成律师，以及曾经担任过新竹地院民事庭法官助理的邹志宏。他说今天早上五点开完庭之后就直接另外休息一下，但是早上有大家都有其他庭，都在工作。李宗瑞投案隔天，三位律师按照既定行程还没进办公室，但坚强律师团包含了专长刑案的文文，另外两位律师则是研究智慧财产跟科技商标，剩下非诉讼的部分，律师事务所也有专人负责。律师界形容这个事务所擅长打团体战，收费不便宜，专门帮金融企业人士打官司，也因此传出李宗瑞案风头当下还敢接案，就是因为有金融背景的老爸李月昌亲自拜托。听说好像是那个李月昌是贵公司的客户是吗？有这件事情吗？这个我们不太了解。律师楼不愿意证实跟李月昌之间的关系，准备祭出什么样的策略打官司也神神秘秘，就是因为面对的检察官郭于芳嫉恶如仇，曾经被指定办四海帮炒股案，在考上检察官之前还曾经当过财经记者，办案不畏权势，在法庭上要跟不轻易出手的文文攻防大 PK， 能办到什么程度，二郎会受到多大的惩罚，全民都在看。中央新闻陈佳明、陈曼薇台北采访报道。